总是叫我傻根许三多，那都是我以前扮演过的角色，而这次我扮演的是王宝强，是我自己去工地看望一个工友。我也不叫王宝强，我也不叫。<笑>你应该叫王宝强。我不叫这个张小宝、张小虎，我也不在这工地工作，但是我是一个艾滋病患者。 2002年发现的，这次能和宝强兄弟共同演戏，我非常高兴。感谢宝强看得起我，谢谢。其实你真的很勇敢。
同时我也很高兴能受国际劳工组织邀请，担任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公益宣传大使。我想告诉各位工友，日常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，但是要健康生活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要正确使用安全套。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，请及时到疾病控制中心检测，一切全部免费，而且还替你保密，早发现，早治疗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告诉大家，关爱自己，关爱他人，不抛弃，不放弃。关爱自己，关爱他人，不抛弃，不放弃。